我不要回家，我孙子阿公不离开你。那我不是你孙子，赶快跟你儿子回家。来来，都拿走。回家了。我不要回家，孙子在这里不能回家。我看阿发醉成这个样子啊，雨泉也不好带他回家，不如让他在这睡一晚，等他明天酒醒了再走啊。也只好这样了。不可以不可以，不能这样麻烦你们，而且我不知道他会闹多久。那你就也留下来睡一晚，照顾他就好了。都还不知道魏叔要睡哪里耶，哪有房间给雨泉睡啊？当然有啊，你魏叔跟你爸睡，我去跟建成睡，那雨泉就可以跟你睡。睡你家客厅。你最近还会有想吐的感觉吗？哦，好多了。你做那个果干蛮有用的，我想吐的时候吃一点就不想吐了。那就好。那吃饭呢？还正常吗？胃口还 OK 吗？胃口不错啊，我三餐都有妈盯着，算正常吧。嗯。那身体怎么样？会不会有时候突然抽筋？怎么样？是不是抽筋的问题很严重？我可以教你几个按摩的方式啊。你为什么只问我身体状况，不问宝宝状况？哦，你要问宝宝啊，因为我看书上写，很多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可以关心自己多一点。我想说，这样你会比较开心。虽然我不能帮你分担身体上的痛苦，但至少我可以舒缓你的难受。所以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，你都可以跟我讲。嗯，看起来你可以叫我出去是好爸爸的奖项嘞。我是真的做了很多功课，都有做记录。哎，你看，像哦对，这个亲子共读很不错。亲子共读？对啊，有研究指出亲子共读它可以增进妈妈跟胎儿之间的连接，还可以促进胎儿的发育。我已经备好了一个故事，随时可以讲给你听。哦，好啊，我要听。现在？现在。来喽。从前，从前，有一只大野狼。有一天，他抓到了一只小鸡。小啊，聪明的小鸡。你听过？我听过，我都会背了。你继续。好。他抓到了一只小鸡，大野狼跟他说：“我要吃你。”小鸡说：“你不能吃我。”至少是个还不错的睡前故事吧？是不是我哪里讲的不够好？是蛮有你的个人特色啦，但是要讲给宝宝听嘛，要更有活力。嗯。我示范给你看。哎，从前从前，有一只凶恶的大野狼，他抓到一只小鸡，小鸡说：“请你不要吃掉我。”大野狼就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小鸡就说：“因为我肚子痛得很厉害。”大野狼说。这个雨泉跟我们静芬比起来好像比较不灵活，不过这样也好，找男人嘛就是务实一点，用心一点，不要太花俏。你现在是在帮雨泉说话吗？哎，就我就答应阿发，不许一点点，一点点哪够啊。你看这个雨泉啊，连那个故事都这么无趣，肯定不懂浪漫，那要怎么击中我们静芬的心啊？哎呀，我们静芬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，她根本不会在乎浪不浪漫。你怎么这样说你女儿？静芬不管再怎么能干强势，她还是有她柔软的一面呢。我打算亲自出马，好好教导我未来的准女婿，攻克静芬。来来来，可以吃饭喽。
今天都是我爱吃的，下班回来有好吃的，真幸福。今天这些菜都是梁妈教我的，嗯，不知道会不会合你的胃口。吃吃看就知道啊。哎，你是孕妇，试菜这种事情我来。先试一个，好，青椒肉丝先尝一下。超好吃了！你儿子做的，你当然说好吃了。嗯，我来试试看。好吃。好吃。老婆，肯定比你做的还好吃哦。没有，这些菜都是梁妈叫我做的，她是最棒的厨艺老师，没有梁妈妈就没有今天这些菜。还是羽泉懂得教学的重要和辛苦，知道感恩。我现在有些人哦，不懂还装懂。哦，我再试试看。老婆，应该比你做的好吃。来不及了啦。梁叔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也觉得梁妈您做的一定比较好吃，希望改天可以尝尝您的手艺。好，一定做给你吃。不过我是相信青出于蓝了，你这么有天分，做的这些菜啊，当然好吃啊。清帆，赶快试试看，吃了你就知道你爸他们为什么这么夸张了。好，我来试试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不错哎，有我妈妈手艺的味道。真是我的好女儿。傻菜在干嘛夹菜呀？来，多吃一点这个肉，然后还要吃菜，营养均衡。又来了，我姓梁不姓朱，每次都把我当猪一样在喂我哎。那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姓魏啊，小孩以后就叫魏小猪，多可爱啊！这不要，好难听啊！哎，我上次说过了啊，第一胎姓梁。叫梁小猪。哎，吃饭，赶快吃吧，赶快吃吧，多吃点。他就是您的小儿子吧？我只想要看他一眼。我离开的时候，他太小了。孙副总，你就暂时把我当成你儿子吧。到底怎么样让进程把注意力放我身上？你对进程不能要求，只能配合，而且要心甘情愿的对小主人无条件的付出，